今天来还债一下。那我昨天讲的主要是关于视觉设计的部分，所以我的那个投影片就是会非常的缤纷，然后色彩很丰富。那我觉得一开始我都介绍自己，那既然大家都知道我，那我这边就先跳过，我就是子龙，后面不要笑。对，然后对我来说，设计是一个整理的过程，然后我也觉得设计可以帮助，是一个帮助社会的工具。那设计也是我的生活。那我主要一开始就会从视觉设计的经验谈开始讲，然后之后到设计师他怎么样去配点，再来就是修炼之旅开始，教大家怎么样在设计之路上面修炼。那最后再稍微讲一下设计师的特质与生活。那我今天会比较没精神，因为我昨天都用完了我的精力，所以就是请大家见谅这样子。那一开始啊，我想要先分享一下那个关于我跨过这个门槛的心情，因为我之前都在做传统的平面设计。那转职之前呢，其实我是遇到一个推坑的长老来找我来居领力，然后觉得啊这边好有趣，有什么都是新的，然后这个无知的勇士就会进来了。那之后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像左边就是工程师的脑袋啊，他工程师就会从一条路一直建立一建上去。可是对设计师来说，我们会发展很多不同的专案，然后最后选出一个最佳的方式。所以常常两边在沟通的时候会有点打架。再来就是一开始就会听到一些非常难以理解的，像这一句话，就是我一开始来军营毕业的时候，我完全听不懂的一句话，就是有很多专有名词，然后什么叉叉叉吁吁，然后我就表面上都要装懂啊，好好好，我知道了，但是事实上内心就说，哎，那是什么，全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讲中文，然后最后回家自己 Google， 所以这过程还蛮艰辛的，但是我觉得在转职的各位都会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然后这是我自己之前画的，就是我做设计的修的技能图。因为如果大家对视觉设计有兴趣的话，就要把这些技能都点满，然后就发现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这是我之前做的传统平面设计的一些东西啊，像我会做一些资讯视觉的东西，或者是说书籍的设计，然后要不然就画画插画啊，然后摄影啊，都是一些摄影的图片，然后偶尔当一下小文青啊，照一些美图。然后后来我才来到左边这个世界，就是网页设计的部分。然后后来才发现，我以为就是平面设计可以直接用在网页单上面，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样子，那又是另外一个很专业的领域。那我觉得你如果要做一个跨领域的人，你主要就是要有个 open mind 的心情，才能够看见未来选举的一个感觉。再来我先讲我做一个视觉设计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哎，有点不清楚，我要念的。第一个就是我会定一个问题，还有需求，最后然后再针对那个问题跟需求去进行资料收集，之后才会进行到设计的发想，然后最后进行修正测试，然后完成我的设计。那我好的设计师需要什么能力呢？那我自己归纳的结果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需要的就是观察。上一张。不见了，好的设计师没有能力，怎么讲？他需要会观，有一个好的观察力、学习力或是美感。那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沟通，或者是他是一个非常好奇心的人。那总归而言，我觉得设计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他有许多经历能够转化成他的设计。那稍微讲一下，常常在跟工程师沟通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哎，你调那个上下左右那个一平手，我真的是看不到啊。那我都把这个比喻说，这是一个阴阳眼的概念。就如果你就是慢慢修炼的话，你就会稍微有点感觉，然后之后你就会看到模糊影像，之后你就看到实体。当你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的时候，你就可以通灵。那一开始大家看不到，其实很正常，不要太灰心。啊，之后就进入转职啦。那通常，其实像我们这种没钱啊、没钱出国的人啊，或者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都会遇到，就是啊，到达目的地其实可以直接传送，但是要花很多钱，或者是说你要买很多武功秘籍，但是我们都没有，所以解决勇士
我们开始练功。来，现在讲讲画面，要放多少东西呢？那其实我自己的原则是很简单，你就是给任何元件一个存在的理由就好了。像以这张海报为例啊，它左上角就是表演者跟音乐会的主题，这是一定要存在的东西，所以它必须在上面。那再来是时间、地点、票价，然后右上角是这个音乐会主题蜕变要表现的插画，它为了撑起这个画面，所以它必须存在。再来就是曲目资讯，它也是必须的。那有人说后面那个小泡泡，它是不是可以拿掉？但其实如果它拿掉的话，这个画面一贯性和平衡就会就是有点歪掉，所以它也是一个必要存在的资讯。那这么一来，你就很容易判断说画面中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再来就是讲到画面的平衡和物件的关系位置，我终于要说到跟 grid 有关的东西了。那我自己的三大要点就是层次、平衡跟对比重心。如果能够掌握这三大要点，就是比较容易去判断你的画面怎么放。像以这个为例的话，这个是我帮学校做的电子报封面。那学校的需求就是要有学校名称啊，要出刊日期、那照片，还有一个欢乐的感觉，还有交换学生是它的主题。所以如果我进行对这个画面进行网格分析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那个照片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再来才是学校的名称，还有一些小的元件去构成它那个欢乐的感觉。所以它的视觉重心其实可以这样子来看，第一个就是那个大家会注意到的照片，再来第二个就是台科大那个标题。那这么一来，其实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去看你的图片到底要怎么放。那我们来自己排排看吧，先放上标题，右上角好像不错，再来放一个欢乐的感觉，放中间，那下面有一点空，来一点东西好了。可是这么一来，我们如果把它就是进行刚刚的网格分析的话，它其实会有一种大中置正，然后左右平衡，那这样子其实就是缺乏律动感。那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上头意见很多啊，老板就跟你说啊，我要再加一个什么东西来的，就是内容标题帮请帮我加入好不好，但是你已经排了这么漂亮一个画面，你也只能改咯，所以就是他必须加入这些东西。所以我在画面上的调整又重新做了一次，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边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右下角已经放了很大一堆的内容，所以我必须把左边的圆圈往上调，所以呢它就会其他的元件就一样的也要做一些调整，才不会过于太满，让人家不知道要看哪里。再来就是其实画面平衡不只是在一个画面上，小到一个 logo 它也是有存在它的平衡，像是苹果的这个 logo 它其实是做过精密计算的。还有像是一些照片啊，这是乌克兰他们议会打架的照片，其实也是有它画面的平衡在，就是生活中充满平衡。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也是非常需要画面的构成来吸引你的目光，达到它的目的。那其实我讲了那么多前面的例子，那大家会觉得哎，这跟网站有什么关系啊？而且那个 A 片封面到底跟网站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就来举那个我正在做的超浓郁系统，因为我是中途加入的，所以我加入的时候我是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他们已经做好的。那我们的需求呢，其实是想要就是有农药资讯的查询，上一页不好意思，还有一分钟哦，请问是八分钟当中的一分钟吗？好，刚刚在哪里啊？我们的需求就是农药资讯的查询啊，那对象其实是民众跟农民，那我们希望是要有亲民还有农业的感觉，也要简单明了，让人家好使用。所以我最后是做出这个画面，那当然之后还是会修啦。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画面进行那个网格分析，像这样子把它做，我这个是比较简单，就是自中对齐，然后分做两边。那主要第一个上面就是有单位宣告的部分，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角色的引导，他就是引导你说，我现在是农夫，所以我要选左边这个。然后第三个才是就是功能，它主要就是要有搜寻的功能，下面才是说明的文字。那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个我做的网格分析跟刚刚的这个好像有点似曾相识，
所以呢，其实是你可以从某一些地方获得你的网页设计的灵感。好，时间到，那我是继续下去吗？继续第二个八分钟。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常常会，就是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常常要把自己当做大象跟蚂蚁来看。像大象的部分啊，就是你必须把东西放很大，去看它的细节有没有出错。那蚂蚁的话呢，就是我们又要把东西缩得很小很小，但以确保它在缩小的时候，那个观看者还能够辨认出它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中秋节要到了嘛，如果大家烤个肉也想要 layout 的话，恭喜你得到设计师的洁癖与强迫症。因为我们以前系上烤肉啊，就会跟老师在那边等肉熟，然后说香菇放上面一点好了，然后才能跟左边的香肠对齐，然后右下角那个肉片要铺平一点，这样视觉才会至中。然后就是设计系真的很无聊齁。那也有人问说把软体练得很强可以吗？那我是觉得说不行啊，因为软体其实只是工具，如果你忘记手绘的话，你有时候会太制约在软体所给你的框架里面，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偶尔逼迫自己离开电脑。接下来就讲一下颜色要怎么调好了。那我自己是有三个小秘诀，第一个就是参考他人的颜色，因为其实颜色没有版权嘛，就偷用一下。那再来就是吸取大自然的颜色，还有就是歪一点点，歪一点点你可能会找到你喜欢的配色。像在从花布啊或者一些花样当中，其实你可以去看他们怎么配色，或者直接吸取它的色彩也是可以的。还有要不然就是这个网站，它其实还不错，它就把大自然当中很多照片啊，它把它的颜色都分析出来，所以你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接下来就是歪一点点，所谓歪一点点就是上面都是正红色、正黄色或是正蓝色，其实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无聊或是比较俗气一点，但是你可以把它的比例稍微调配一下，就会变成下面会稍微柔和一点颜色，大家在调色的时候可以试着这么做。那我们拿这只鸡的那个照片来做颜色的试试看好了。这只鸡它其实可以调出左边这一些六个颜色，那我们从一只鸡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得到一个好像还蛮 fashion 的台北市政府网站。为什么呢？就是那只鸡的颜色啊。对啊，但是可是你在调色的时候也要注意说，就是它颜色的比例。像我现在上面是整片都是灰黑色的，所以它看起来会稍微有点专业度。但是如果你把上面变成红色或绿色，看起来就是有Christmas 的感觉，就不是那么的 fashion。 所以其实大家在调色的时候呢，那个颜色的比例其实也决定它的调性。那也有人说刚刚那只鸡图片这么好看，它当然可以调出好看的那个网站配色啊，那我们就用连胜文这张照片来配色看看好了。我们从连胜文抽取到这五个颜色，大家觉得连胜文的网站是怎么样呢？拍拍看。首先，刚刚抽取到一些颜色，排出一些色块，然后放上标题，之后放上你的产品，你就会发现，没想到连胜文的颜色配出来是一个还蛮有质感的文创网站。哎呀，反正我的重点就是，你可以从生活上任何一个小细节去找到配色的灵感呀，不一定是多漂亮的照片嘛。那你也可以看其他国家怎么做，像我觉得日本啊，他们对于空间上和比例的应用是非常优秀的。那配色我觉得很推荐韩国，像他们很多 MV 啊，或者是他们的传统服饰，它配色都很蛮鲜艳，或者是说他很会去很勇敢的用那个颜色。或是你可以把自己的那个作品放到中国的一些网站，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网民他们讲话都非常直，你可以上去被批得一文不值，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多进步的空间。或者是字体比例，我觉得可以看一些欧洲的例子。那美国我觉得他们商业用是做得不错。再来说美感 sense 要怎么培养，是蛮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就是大家首先要当一个矫情文青，因为其实文青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非常不一样。
这个 MV 不是 MV， 麦克风很烦。那我觉得 文青他的那个核心价值在于对于美好生活品味的追求。所以当你对一个生活品味有要求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慢慢建立出属于你自己的一套美感规则。不过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太过于矫情，然后会真的脱离现实。或者是说你很擅长观察一些你生活周遭的事物，像我们看福尔摩斯有没有，他的那个资讯会不断冒出来。我自己常常在路上就开始一些观察捷运上的路人啊，他穿衣服怎么样啊，或者是说他怎么样去使用他的手机，或者是说领个钱啊，也可以看 ATM 他们字体是怎么样，很特殊的感觉。那我觉得设计师他常常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比较出来一些优缺点。再来就是我自己很爱收集，像我用那个 Pinterest 就常就是建立我自己的设计资料库，就是不管是收集一个颜色的配色，或者是界面啊，或者甚至是一个好看的食物，或者是我喜欢的东西，这些都常常在我设计的案例就可以变成我设计的时候会用到案例。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崇洋媚外之余还是要深耕在地，就是虽然说我们都在看国外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国外例子也可以作为就是台湾设计发展的一个经验。那有人跟我说，就是他觉得美感就很像你在看正妹的一个过程。那你看到在路上看到一个正妹，你看到下一个就觉得哦，这个比刚刚那个更正。所以当你看过100个正妹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最正的正妹。那我觉得美感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出来的结果。当你看的够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才是比较漂亮的。可是虽然这也是通常带着主观意识啊，就是常常你在面对案主或者老板的时候，老板可能是不这么想，所以还是要多跟他沟通。那画面美丽就好了吗？其实适当的设计比外表更重要。像大家看这个粉红色的 B&W， 然后如果搭配上这个文案，就是低调品味，传承经典。但是它是粉红色的 B&W， 然后又用那个有点幼稚的字体，然后你就感觉不出来它想要传达出的到底是活泼的感觉呢，还是什么永传经典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太适当的设计。那再来就是其实沟通啊，不只是业务的事情，设计常常在做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沟通。不管你是画面的沟通，或是你跟你伙伴的沟通，或者甚至是你跟自己的沟通都很重要。像以画面的沟通来讲，这个画面它其实就是用一个黑色的底去传达出它的那个专业感，但是它的字体呢又是用一种粉笔的感觉去写出来，让你觉得有点朴实有亲近的感觉。那它整个网站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它是很认真朴实在做它的食物，而且它的食物是很天然的，所以这就是他画面正在跟你沟通的事情。好，请大家注意沟通。跳过。那自我修炼怎么做呢？那我自己是会写探索的工作日记啊，像我自己现在进入一个就是学习网页设计的过程，我都会把自己学习的过程记录下来，看自己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说你到底成长多少，我觉得这都对自己蛮有帮助的。再来就是你平常可以拍拍照啊，像拍照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画面的网格分析，看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其实你视觉的重点会在于右下角的那个部分，因为它是最聚焦的地方。或者说你去观察一些建筑物，它就很明显可以有很对齐的网格，所以我觉得观察建筑物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或者说以这张就是费尔的，这好讨厌哦，还有一分钟吗？好，大家请看这个费尔的图片怎么变成一个网站好了，我就是这样做的，现在看快转。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于说我把左边比较模糊的地方放上标题，然后让视觉会比较注意力在左边的部分，因为它的对比最大，然后加上右边的图像就形成这样子的视觉动线。
所以这样子就可能会很明显去引导出观众他怎么看待你的网站。好，看电影不要只看剧情，你可以看他的画面，对，他的画面就是你看一个画面，你也可以对他进行分析，然后从此得到学习的经验，或者说他的周边商品啊之类的。好，那最后我想给大家这句话，其实就是良好设计比不好设计更难察觉，因为它这是真正符合你的需求，你不会太去发现说它哪里怎么样，但是不好的设计你却很明显能够感受到你不舒服的感觉，或是说你觉得很难用，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在学习设计的时候可以把它谨记在心的一部分。最后就以一个不良好的设计做结束，就是一个有断层的，大家仔细看就知道，中间根本没办法阅读嘛，因为它的那个文字根本就没有连在一起。虽然说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烂的设计范例，就是请不要犯这么愚蠢错误。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